如果你覺得你可以溝到我的話，那你不妨嚟試一下，因為我會俾你知道咩叫做心想事成。我累，你啥时候能给我做顿饭呢？啊，戴立青。那我们请阿姨吧。请哪阿姨？就那连手术带做饭的阿姨。你请阿姨，人家会做，跟你有啥关系？你不还是不会做？你离开人家还是不行的吗？你能不能啥时候给我做顿饭？我就是做饭嘛，有啥难的？哎呦我的妈，给我老公苦的！你们给你直接做一个黄瓜炒鸡蛋。你看这锅刀就不会做饭。你这戏挺有意思，饿着你了。行了，黄瓜差不多了，下一步是啥？下一步是打鸡蛋。打。鸡蛋壳都在里头呢。没有，这个我还是会做的，也不是傻。看你下一步咋做。鸡窝放鸡蛋。你放油了吗？就放鸡蛋呢？忘了，现在放，来得及。那油开了吗？你就放鸡蛋呢？哎呀，早晚会开，给它扒了熟。这能熟吗？都没开呀，你成糊了。趁鸡蛋没熟要下黄瓜片，就得一起炒熟。它嘎巴上了，然后呢？放点酱油，这就熟了。朋友们，这是家庭版的黄瓜片炒鸡蛋。哎，姐，啊，你抖音的粉丝说想看你撒个娇，你可以撒个娇吗？不可以。哼，老女人。老女人。不会就不会，还不可以。人家不会撒娇了啦。哎呦你妈！洗干净了，拿去厕所用了。洗我是不？整他一些。完事儿。太多了，处理一下。我提杯啊，大王。干啥呀？什么干啥？这我的，你端错了，端错了。我说味儿大不对。哎呦我的妈！上我这儿去啊！麻烦大家给我发消息呢，不要问我在不在，有什么事直接说就行。因为不出意外的话，未来这几十年里，我都是在的。一博，有一哥们叫我去吃饭，只叫你一个人呢？嗯呢。啥哥们还请你吃饭？不知道你结婚了呀？拿来，哎，我一个人就能管他一辈子的饭。你们这些小崽子，给我滚，听见没？哎呀，这给你狂的，我才是你爸爸！你搁哪呢？你给我等着！媳妇，那个男儿经济28号不是你家吗？是啊，我爸叫我去吃饭呢。你们这些小崽子，给我滚，听见没？这给你狂的，我才是你爸爸！服务员，你好，什么需要？给我来个芬达。你的芬达。你给我站着，再来一瓶。六号，你给不给我开空调？晚上11点以后便宜了，挺了5个小时。来，你有病啊！热起来，不可能，你热你能不开空调？最后问你一遍，你给不给我开空调？开不开？这点开贵，晚上11点以后便宜，还不开是吧？来，现在电字1块多，咱俩就报到晚上11点。别碰我了。行。必须得脸贴着脸，这样才显得温馨。啊，哎呀，别喘热乎气儿。开不开？我不开。你开不开？咱俩就挺着，反正我就不信你不一点不热。哎，我就不信你可凉快了。我不热。加入开，我加入撒开。咋的了？哎，今天是七夕。放心啊，房东，这月的房租我早就准备好了。这不是重点。哎，你干嘛又要涨房租啊？我每个月辛辛苦苦才挣那么一点钱。你想多了，我想说的是今天。哦，我告诉房东，你是考虑到我是单身狗，所以你以后的房租都要给我优惠，对吧？你放哪条这个涨房租、涨房租、涨房租？我差你俩房租吗？啊哦！哎呦我的妈！看电影，想不想去蹦迪？钱，走啊！我没有钱。我有钱，我请你。你们有小哥哥？帅吗？帅。
我们去化妆。看看他在干嘛。My darling， 战斗力。帅不帅？帅。帅。咱们今天可真是要发大财了，你看那个女孩，她男朋友一定特别有钱。我看未必。亲爱的，这是我一直都特别想买的那个限量版的口红。哎，要是你喜欢那就买了吧。谢谢亲爱的。亲爱的，我先去接个电话。哎，去看看。喂，对呀，我今天花了她一天的钱，这样的备胎那当然多多益善了。这个特别趁你心，还有香水。哎，口红你也买了吧？好，都给我装起来吧。找我吧。嗯，要不还是我来吧，老花你的钱也不太好。一共收你28000。您慢走。爽。你好，这是你点的餐，我们后厨师傅会随机送出鲍鱼哦。咱们玩个小游戏，谁吃到鲍鱼谁买单。好的，这样吧。行。哎，刚刚跟你开玩笑的，要不咱们 AA 吧？这么忙呢？嗯，好吧。嗯，一共28，正好我们一人14。那不行，你吃的比我多呀。那你认为我应该出多少呀？你这胡辣汤10块，肉饼也是你吃的，你还……行行行，我请。哎，那你请的话，把我的打车费也报一下，毕竟我是来跟你相亲的。照你这样说的话，我是不是也得把你的鞋子磨损费补偿给你呢？那我今天出门之前涂的水乳精华、隔离眼线、腮红、口红不要钱呀！我现在可是一张会呼吸的人民币，省着点用，不用找了。吴子轩，吴子轩，我们分手吧。分手？我们不是刚在一起吗？刚在一起你就嫌我丑，我们还有以后吗？我嫌弃你。我嫌弃你，我还会跟你在一起吗？那你为什么发朋友圈还要给我打马赛克？那个，我不是怕你吓到我朋友吗？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，有的。容易胖，容易老，容易头发变稀少，容易困，容易丑，容易变成单身狗，容易假扮没补贴，容易失眠一整夜，容易被催找对象，容易穷的叮当响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没事。哎，主要今天刚提了个保时捷，有点堵车。嗯，没事。哎，我看你怎么那么眼熟啊？是吗？昨天你租保时捷的时候，是我接待的。喂，啊，别吵，睡觉呢。嗯？喂，媳妇，没有没有，上班呢。不是媳妇，你听我给你解释，正上班呢。小涛，马上就是情人节了，你可以假装我男朋友陪我回趟家吗？可以啊，老板。那你打算让我假装多久啊？嗯，你想多久就多久。200一天。200一天。那你觉得？好。一会儿给他打2000万。哎呦我的妈！真的真的。哎，我教你玩个游戏。好，你双手这样子，嗯，然后再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嗯，然后还动得了吗？动不了。Welcome to the Magic。喂，你行龙大眼啊？我行龙大眼，你话边个阿爸？走啊嗱！喐嚟咪喐嚟，仲系杀人啊？点都阻住我啊？佢依家就喐。喂，你冇事吗？我少少有痛啊。走，等佢睇医生。唉，老母乸都唔知点整嘅真系，唉，得。
都拆晒未啊？今晚都拆晒未啊？今晚兵弟都拆晒噶啦，系争你一个啊！今天教点什么呢？开易拉罐。开易拉罐也能约到女生啊？走着瞧。那就穿黑色衣服的那个小姐姐吧。第一步，先发制人。哎，助手，你干嘛呢？我喝饮料啊。只是一定不要主动提出帮你去开易拉罐，因为他会觉得你要对他的饮料动手脚，所以。你花100多块钱做的指甲就用来开易拉罐，你算什么女人啊？再说你长这么漂亮，需要自己动手开易拉罐吗？季节门庭过得远，你还不清楚吗？再给你一次重新说的机会。那可以帮我开些饮料吗？这就对了嘛。第二步，准备一杯10度的温水，然后放进6节电池，在跟小姐姐打招呼之前浸泡10分钟，你就获得了一种神秘的能力。早这样子就不用这么费劲啦。你真的会撩的吗？套路都是学的，想让你开心才是真的。答应我，以后想喝饮料的时候都叫我帮你开。